朋友们，万代旗下的盲盒品牌 Tamashii Nations Box 去年出了第一套登场造型的奥特曼盲盒之后呢，今天是又放出了这个系列第二弹的消息。这一次出场的人物呢，也是集合了老中青三代，造型上同之前一样，都是还原了剧中登场的场面，外加一个能量冲击的地台。首先，七爷三人戴拿闪亮型，泽塔雕塔天爪，德凯闪亮型，雷欧杰德原始，利布特，最后银河奥特曼。此外呢，还有一个隐藏款，第一弹的隐藏款是那个闪耀迪迦，给人的感觉呢，那个就是一个金色的苏体啊。不知道这次会出谁啊？也希望朋友们弹幕说一下自己的看法。每款玩具的高度呢，大约为10厘米左右，售价呢都是1100日元，折合50元人民币、66元港币以及250元台币。正式的发售日期呢是23年的9月。好的，如果你想还在玩龙珠鬼灭、圣斗士、奥特曼、炼巨人的玩具测评资讯，请关注我们的频道。那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